明白哈。好，你的孩子如果在里面读书，在那个地方读书，那个地方就不要有太多的 Spider-Man 蜘蛛网。太多蜘蛛网的话呢，这个孩子读书啊，不能成器，不能成才，遇不到贵人，明白吗？懂啊，很好，这样子的了解非常快。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另外一种，如果我的孩子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房间啊，随便啊，我们就说这样子的一个家啊，这个是房间，这个也是房间啊，我们就是这样说了。那应该怎么分呢？我们的文昌位应该怎么分呢？同样的啊，同样还是找 center， 还是找 center， 这边是 E， 这边是 SE， 啊，这边是 SE， 这边虽然缺了一个口，但是还是 SE， 这边是 S， 这里呢是什么？South West 这边呢 West 这边呢 North West 刚才有给你们一次机会了、啊、North West 这里呢 North 这里 North East 好，你看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，说如果是在1994年出生的，他的文昌位在哪里？东南方。东南方对不对？长鸟。为什么呢？缺口，缺东南呐、啊！哎呦，这样子啊，没菜呀、啊，不好路，怎么办？啊，好不好呢？啊，最近家通常是不好。啊，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子的话，你的孩子呢，在这里呢，不能出秀才，懂不懂？好，那你的孩子是在这间，对不对？你的孩子在这间，啊，同样的道理，这边也是他读书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这里，给他在里面，就不可以在外面了，明白吗？但是还是比较不好，因为这边是老大，整体来说这边是老大，它的总部不好。通常在这种风水呢，我会叫他这边呢放一点文的东西。啊，你知道现在的 wallpaper 吗？有文字，好、啊，床前明月光，什么都光光的都有，啊，就叫他粘 wallpaper， 或者呢摆一点啊这些诗句啊。放在那边，懂吗？了解了哈，很快就懂了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在这个位置呢放一支什么毛笔，但是他的毛笔啊很大支哦，那么大支的哦，很高，比我高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掉盆了，掉树。没有，那种掉竖下来了啊，哇，一个大了嘞，或者孩子啊，考试飞了哈，就要拿住，哈、啊，哇，那个比当兵更惨了 啊 ，OK， 明白哈，这是教你们呐、啊，讲了一点点啊，那文昌，有些人呢脾气很暴躁，那就要在文昌位呢放一点水，啊。放什么水呢？强留后卖给强哦。我知道放滚滚求子料，得到棍啊料啊，棍结构的空啊，啊不好。要放什么呢？放一杯水给他喝，有盖的水，瓷的，瓷做的。师傅，那个瓷有什么条件吗？写字，写什么字你不懂不用紧。有写字就行了，啊，另外一种呢，要记住，他写字的话啊，现在有一种不是拍照把你的脸粘在那边的了，对不对？每次呢，啊，老婆都送给老公，给他在 office 用的，啊，人爱考虑，交流好一看下子，啊，都啉水嘞，袂使，
啊，每次喝水都光光出来卫生，啊，对对，靠杂货啊，啊，所以你不要放你的老婆的照片啊，你放那种什么啊诗句啦，啊，叫他 print 在那边，那就可以了咯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问题是没有盖哎，你自己拿一个 plastic 盖来盖，啊，那给你孩子要读书的时候呢，喝一下，明白吗？啊，脾气不好啦，脾气很好的那种啊，你不要这样来，他要喝水拿一罐水就好了，老婆当变阿瓜的差嘛，啊，他脾气已经很好了，读书哦，啊那种哈，啊吃饭哦。有孩子这样吗？有啊，有一些是真的是这样的，但是就是不好，成绩不好而已，啊，没有成绩不好。OK， 好，这个也明白了，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没有问题？很好，来，啊，你们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啊，很好。那师傅，这个是你的。这个孩子的文昌位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一九几年，对不对？这个文昌位是一辈子都不会变的，除非呢你换孩子啊，不是啊，应该是生孩子啊，生多一个啊，要不然他一辈子都不会换的啊，千万不要太可爱。为什么呢？我2000年生一个，我2010年再生，我2020年，那你看，老大10岁，老二20岁，老三这样子啦，那种混杂合，我老大30岁嘛，啊，因为他后面都要零嘛，哇，这样你是假爸卡赢了，怎么喝？啊，生自然生，懂吗？现在年的会分了哈，我们的年数的文昌千万不要啊缺角啊。或者是在灶炉，但是到最后呢，你的房间在哪里，就一定要用房间啊来增强。如果呢，我原本的文昌位是在灶炉的话，那还有我这样讲哦，那些有 office table 啦，这些哈、哦、办公啊，有自己在公司里面有一张 office table 的，或者是在家。你有自己的一个 table 在做 office work 的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啊，不要一直讲小孩哈、啊，你们不要以为文昌给小孩的，给大孩的也有哈、啊。好，那么如果我的文昌真的是在灶炉、toilet 缺角什么不好的地方，那你要记住，你的房间的文昌位一定要强，一定要很强很强啊。但有些人要强。可以用什么方法？你可以放文昌塔。文昌塔，有谁不懂什么叫文昌塔？举手。不懂，很好。啊，不懂。好，你知道中国花园吗？他们那边有一个宝塔，旁边的，那个就是文昌塔，懂吗？啊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文昌塔，我们这里是有文昌塔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啊。在弗拉玛讲座的话，你们没看过就完了。在这里你们没看过，我就可以出去拿。看得到啊？看得到？看到吗？哦，哦，就是知道了。我很喜欢哦这个字啊，哦就是知道。啊，你知道我在上海讲座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文昌塔。那文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吉祥物品。很近的嘞，他们，不过每个餐厅哎，啊，新加坡朋友有反应，啊，那边呢、啊、讲了之后啊，啊，第一场真的很难受，没有人听这样的感觉，空空哎，啊，那么他等你在写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就做笔记，他们不会讲，按刘师讲的。连拍鼓掌，讲的，我们是多了你看，我们还有录音哈，他们又不可以，这样不可以，没礼貌。啊 ，OK， 好来，啊，这个叫文昌塔，啊，文昌塔是这样的，这个呢就是毛笔，很多人很喜欢买什么葫芦，不对，啊，葫芦不对的啊，葫芦呢
是有啊去病啊，像你的孩子啊，看到嘴都破阿鼻翻嚟啦，哇，看到嘴啊，我很累啊，我要睡，还你看，你看是杰西爷啊，那么好的片语是吧？啊，这是文昌啊，文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是叫做毛笔，我们叫做朱砂笔，朱砂啊，朱砂啊，那这个要这个没有开过光的，所以可以动啊，开光的就不可以动了啊，开光笔才动啊。那么它这里呢是步步高升，而且一定要用木做的，千万不要用玉，用木，啊木，玉可以吗？可以，啊，除非有师傅指点，啊，要不然就不要，一定要木的，不过木的贵，木的比较贵，啊，所以呢，文昌塔会比较好。当然这个呢，我们不随便卖，啊，我们不随便卖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是卖给自己的顾客，我们的文昌塔呢，你要订啊，就要等，要等，要等很久，因为他们呢、啊，就是这个相当久，这个不是电子咩出来的，磨你快点积极，暂时还磨啊。所以有时候人家说我要一模一样的，没有，绝对不可能一样的啊。好，所以将文昌塔放那边，或者呢，将一些名人的照片啊放在你的文昌位啊。名人，例如呢啊，这个梁振觉啊也可以啊。你可以把我的金星、啊、我有金星的，你知道吗？金身、啊、把我的照片、啊、放在那边、啊、你去 internet 卡 and base、啊、然后到底来修什么？来修红卡的，不能修青卡的、啊、你不要拜 all in、啊、我最讨厌的、啊、你拜帅，我喜欢帅。OK、啊、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、啊、你不要真的这样子做啊。啊，我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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